心哈。静不下来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进来，哇，就可以跑的跑，然后画黑板就画黑板，然后讲话的讲话，追逐的追逐，像这个也一样。那我们一个比较优质的环境班，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说小孩一来品格，哦，大家礼貌也很好，品格也很好。再来就是他们一来就是可以上进下心。对。那我们呢？各位请姐也是哦，上课之前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心静下来，好，慢慢的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，然后带回去我们好的。好，那假设等一下列点事情，我们先让自己好好的静心一下，那待会请大家。主动活泼一点，跟讲师多一点互动，看看讲师很热情，但是我们怎样很拍摄很避暑，其实大家不是冷漠，是拍摄对吧？对。对啦哈，你那前几个都含蓄，但是呢，提醒各位进来，大家尽可能让我自己让主动热情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的讲师呢，就接下来这位讲师蔡子欣长。看，热的也是很丰富的啊。那呢，我们就是不浪费时间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蔡子欣长。问好，如果现在有休息，请大声掌声。请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。老师，各位亲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好。各位都在更新班，应该都获得很久，都有在一起。今天最主要跟各位分享是内观力。先跟各位报告为什么我选在更新班，因为其实在1984年。那时候就是高层文书部长，可是还紧张是对吧？就是觉得很虚，一言难尽。我这个东西这样子背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虽然我或许是很喜欢背这些东西，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要去背这些，还有很多意思。那这样子下去，就是那时候后学带读书，那就特别到那个。读书记那个唐诗的吟唱的方式，那后来呢？因为有个先生他就很热衷，他后来他当时之后就不是闹，知道吗？可是，在1995年，大概1995年、1994年的时候，后来跟李老师到印尼去学习，然后在一个华文厂里面看事情，然后就教。破血出了，然后呢，活法要团结，像小孩子啊，那看的时候是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一个错偏方这样子，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告诉哎，把他给毙了。可是后血像少是整个去的台湾前线，真的还是有后血分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后血头发是长，所以他们都没有资格只有后血分子。然后就跟他们说，来，去后面走来走去，
说要后续来做开刀切除。哇，超高的！各位，在整个会场里面，其实我这样子跟你讲，你要答应什么答应？上百万旁边你要答应啊，对不对？第一上梁山啊。可是回来又在想说，你出就是一个阅历，你就做到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怎么做到？有事业呢，我们有事业的工作放着就，我们一般想象的要去开刀做开刀切除，就是要出566。我看第一个项目就这个样子，或许不对，或许不能当，不能出台湾，因为还有事业，还有家庭要照顾，所以就想婆子取巧的方式，就是每个人到场，虽然以前84有办年轻班，可是都是在大厂里面，只有一个读经班。从84年到95年，这将近10年时间，还是只有一个读经班。那表示说这个区块需要去进步，一定要用这种方式。所以就开始在那个时候就举办了第一场一个读经说明会。那个第一堂课真的是讲的那个谢妈妈，就是在那一场之后我去办。各位办读经会有很大的困难，或许相信你会遇到。我们第一个读经班的说明会，很现场大概也有20-30人，可是不要很高兴，因为家长就有，其他都家己也不知道，家己也了解啊，你搞这样。所以后来有个讲师跟我讲说，我以为我们办不起来，因为不是前几年是个捧场的，那家长也跟你说办得起来。是我们那时候就有坚持，没关系，然后我们本来是要从道场今天做改革，再到外面结果改革很难成功，因为道场的中央注意，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个观念，有这种感觉，因为道场的五金班都是道场的孩子，很难讲，讲不听，歹势讲，然后又没有家长。所以后来全面迁徙在外面读书，所以各位，除了读书班坐在外面，没有一个读书班在这里。所以在外面遇到困难，我们都遇到困难。这是一个观念。另外一个，刚才有讲过，班长对我们碰到的观念是很好。或许10月9、10月7、7月8我到宏大。大家两天的正向心态，那或许在的同学，他们就是曾经学过道，但是学完道以后就是说，我绝对不回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为什么他走完了就一个走出来花园？因为他不是我被骗的，有没有？当最后的功课哦，你这两个课讲清楚。我去那边以后，可能要拜，因为我。他是不面子，是你没有录到我感觉上，两个都是。所以，我们读经班就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刚才第一堂课陈老师讲，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。那怎么改变观念？各位问一个问题：你认为物语哪一部分最值钱？物语，我们算是世俗的，我们了解一下，物语哪一部分最值钱？八爪，请问一下，像乌鱼是养还是到大还是捕捞的？养的，那你怎么知道养是什么的？鱼哈，要从鱼在鱼苗就要开始养，你不可能没说鱼去验它的后盘是什么。如果啊，乌鱼要养，为什么知道后腿在养三年后的家长是养乌鱼？一年这个词，然后再搬到这个词，再搬到这个词。你不可能一年后才验，如果你那么多鱼也验不了。啊，如果说你都验到公的，那怎么办？那料死哎！那其他那啥东西干的料死。各位，王子总是会感到，为什么会感到？是因为在饲料里面加上各种大量虫系。
这一些对于一贯道不好印象的转型，转成他对我们一贯道认同，就像一堂课身上是讲那个儒家，他说我不晓得道是什么，可是我在这个公司上看到了，他就转。他以前那个观念啊，都是右偏，所以右偏。可是因为他自己对道不了解，所以他离开。就因为我们读经班的职工的无为付出，所以让家长感受到，所以呢，他会怎样？转系，他可以观到信任，重新再接触到道场。所以读经班的那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为什么办读经班的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，刚才讲过了，安静要用，那真的是非常大的，即将的一个业务，哦，也该投了，投了，也该投了，他得上台去投入，他投入了未来，他明白，做营销产生陌生化，不是各位，你们看，一个一个不是敲门，我们讲现实一点，改革解决一切。但不能请曝光，曝光量，他就去敲时光库嘛，我们也诈骗他嘛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那还有三个方法，其实或许可以给各位参考，这种方法可以做。里面可以两个人骑脚踏车，骑两个花嘛，看你在哪家。啊，那不是安定的行程，够，你嘛不会，不好，啊，你刚改工会会。好哈，你让我让他去带，带孩子去上学，然后那时候是去的时候，他听到大了，听，他是怎样这样子，或许在想说要不要拒绝，或许没有拒绝，为什么没有拒绝？那偶然的是吧？那是应当的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。或许因为这样子研究是没有关系，所以对我们教育有帮助。因为他们能整个一个来台湾走出去的，你要为什么只有四条院？或许发现我从他身上学不到东西，因为他太年轻了，太年轻，他都是18岁、20岁的年纪小伙子，所以现在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帮助。因为他讲我们的东西太不了解，所以是不愿意。要两个人，如果你和两个人势力太大，那么我们可以开个车子，然后个社区，然后开始按门，有没有按过？谁来按的？正确名字叫做约和见证，对不对？都有被按过嘛？哦，我随便按好几次，上次还没按过。我现在想，我们说我们要去人家住人家，都不拒绝，就是因为我们都拒绝别人，所以就开两个那个冰箱，同时研究了别的升级。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那个长老跟后面台长要调到新庄去，他到了之前才走过去。他说：“各位弟兄，我开始吃素。”他没有吃素啊，可是要跟我们研究圣经，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吃素。对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道学有信心的话，其实这事情研究都没有关系。所以我现在遇到基督徒，或许跟他讲，或者圣经都没有研究很透彻，所以研究圣经啊，刚好研究一个理论，如果也不有，各位，你认为如果是残忍？我们落到无理，我们可能只是一时的不小心可以做错事，就轮回到二三的道学在讲你，可是或许一不小心你会发现到他是死，为什么？或许问了耶和先生那里上，他说耶稣有讲过，上帝有讲过一句话，你别信，他说上帝不放弃任何一只羔羊。这意思是说，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，对不对？那可是，在还没有基督徒、基督教传到东方的时候，这一些人怎么办？他
他们都没有听到福音啊。那你说他们怎么在我这些人教会？因为他们没有入门概念，一次结束，对啊，他们没有入门概念。可是我们有入门概念才知道说，原来当我们在几千年前出世的时候，都没有遇到一块大或者是任何福音，结果我们时间到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轮回，所以在这辈子可以得闻见到，请问这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轮回确实存在，他们忽略到这一点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，第三个方法是，各位你发现别人他，我逼他，他上次也说我逼他，我逼他想要去帮诶，就是咱提一挂币，啊去排队。也来让大王他靠、各位，我们已经到庙口去看戏，或者到庙口去参加一个庙会的活动，绝对不会庙会来的大王来打赛啊，只会有些事情闹各位。所以，我们开始读经班，就是要召纳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让我们认识，来让我们成群。这是读经班重要的元素。那我们的做法呢，其实今天课我是不会尽量跟各位分享我们的实际。所以读经班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意义，因为我们从小就发展。所以呢，它三个时代趋势，它是上得天天下得人命，其实这个在我们第一堂课都已经稍微讲过了，所以或许就去把它跳过去。这个各位都是自由老师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们都很清楚。儒家是不是中华文化孔子的大有影响的巨作，他是改造风气，他可以被两优秀生的下一代，或许传播一些事情。十九大以后，大陆的传统文化一定非常强。我们老祖还朝到怎么？我们要怎么去了解房子？因为我们都可能对他对经典不是很认识。我们做一个一人调查，各位有江湖美女全部背下来，半倍的钱，有没有？或者我们有没有背的？有没有背？我们是吴静老师有没有背这一支？没有，没有，不好意思啊，有背就讲啊。我们不是有会考吗？我们有没有参加会考？有啊，有去我背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够够开始哦。那这样子，那是一个谦虚的东西，不要那么欲望嘛，长大再然后，我们在大概三四年前后有参加第一次的会考，后去参加会考的时候，那些志工老师走进电话，忘记拿哦，忘课，因为也要课，身为执行长都考过了，你们这些志工老师怎么可以不去参加呢？所以他们就很紧张，结果呢？你做翻译呢？啊，你做客户呢？客户，我的后面考学用，大学中，然后有一点看不到钱，啊，这肯定的。你们我们都是要求小孩子，可是我们自己当职工老师不能去，这样子没有尊重，对，就是职工老师。然后职工老师考过了以后，然后来去家长抓一单，你们孩子都叫孩子来读经，你们家长不读。都没有参加会，这大庙会，所以我们就亲自会有那个感觉。所以有培养优秀下一代，还有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稳定出席？我们有个读经班，他跟后学说：“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读经班。”后学是很不客气跟他讲：“你认为他一起来读经班？”我是要给小朋友吃的，他就会想要。了解好，读经班的成功与否，不是看小朋友喜不喜欢来读经班，而是小朋友的读经的效果好不好。如果他喜欢的效果不好，家长也会带他。如果孩子读经读得不好，你说家长会带他再来读经班吗？他要来这边玩，不用，他在家里面读得很开心。所以读经班一定要给孩子一个适当的小压力，就
事情要打。比如说，我们回去，后续不晓得有没有这句话量很大，可以运一下。你们一个礼拜给小朋友带的量有多少？你们有没有算过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你们量不知最少多大了？我们的量大概四百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们每天要学五十对，那这样子一天是读了大概五千个字，五千个字要读多久？半个小时，不是半个小时。对，如果说他读十遍的话，就是半个小时，这样子读下来他会记得。如果我们量给他太少，他不想要读，因为读读就完了。对我们的量是算是很大，对我们来讲，或许路过从此他们的量是也都在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来参加读经班，确实我们是一个意识的结果。我们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来参加，因为我认为这样是自意识的结果，就很舒服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快乐。所以各位，这表示他跑的是四班，我当初是十六礼拜五天，我每天都。一三四五六，我刚好今天，各位说完全不同的，因为你是专业的，所以我只剩下礼拜六，反正礼拜六会去参加。通常一到五、一到十晚上是没什么事，所以我就把全力放在礼拜六要参加澳洲运动会，对，就没有上班。会预计到场的那个其实来设，然后呢？要用心经营，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。如果你把它当成是来这边，这是一个义工。各位，义工跟志工有什么差别？义工有时候会到上岗，志工呢就是他自己的事，不要好好的经营你这个志工。然后呢，要永续发展，所以永续发展一直下去。所以我们曾经到各位，如果我们在你要乡下地方办义工，其实很辛苦，因为招不成。我们曾经在切土的一个班，经营到最后只剩下一个，要不要经营？还是要讲？那家长班要讲啊，还是跟一个家长讲啊？那时候后面讲啊，那讲不到一半，后面计划掉的话，天昏地暗，但是你注意还是要讲。成绩是可以下来，但是又上去，你要坚持，家长会帮我讲，哎，继续讲，所以要有信心。那东西我们要专业的书，所以我们一直提倡我们的读经的是班主任几乎都参加过训练小时，王才贵前两天教经过的训练小时培训，因为这六天的培训下来是会给我们很多的那种观念。另外一点，读经班一定要了解王才贵教授的读经，因为我有他的理念。能够让读经班往这个地方走。虽然我们知道我办读经班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办读经班目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办读经班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来读经班办？自己想渡人，渡人为什么要坚持王才贵教授？因为你要渡人，必须将我们读经班经营的。能不能渡人，或者跟各位讲，一定可以渡到。它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它只是我们的过程。那在快进入一般的同时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所有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只要将王才贵教授的目的里面，把它好好的记住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应该都知道。如果还是要跟各位问一下，什么叫三原则，什么叫四要则？有没有人知道三原则？读经的三原则，你们有没有上过一日四节啊？有吗？有上过一日四节，请举手。一个，有两个。好，读经说明会有进步，请举手。啊，里面有没有讲到三原则是要求？啊，放弃了。那我们复习一下。
半径经典背三元的资料层，其实它是比第二线三元资料层更长，比第二线线更长，因为它是更高层次。不过，或许还是想一想一点，什么叫一个目的？估计有一个目的是全面开发人性，这跟你们是不是一样？全面开发人性，为天下至诚，为人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能进入之境，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；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有天地参与。这样是不是来求道的意思吗？所以一个目的是很重要，这个目的跟我们是一样。这个以后机会再讲。可是三元者是标准，是我们在半途经很重要的一个理念。三元者是什么？教育时机要把握，教育内容要选择，教育教育方法要解。所以教育时机要高，就是你要越早读经典，对不对？内容就要选择经典，就从开始像我们读经班一开始的第一本书是读什么？各位猜猜看。对，不是读《论语》，我们读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的。可是有人问你们，还是有读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？那是没办法，因为我要骗家长。那是在骗家长，为什么叫骗家长？因为他比较朗朗上口。可是我们会读这一些东西，因为《弟子规》三《弟子规》三字经太简单，根本不需要《弟子规》三字经里面的东西，在《论语》里面就有。了解？各位，如果你们读经班是真的是有一开始读带《弟子规》三字经的话，或许劝你，那不是主课，因为《弟子规》背后有他们的理念，因为他会觉得《论语》好困难。弟子规三个字，三个字很简单。如果你是好多个字，长短不一的，会很困难。因为我们家长孩子曾经在学校背过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，问他说好困难，你要先给他困难。所以，那解决就是只有我而已，所以我们没有解释。那什么叫四？什么叫四标？三元四标？标准就是及早读经。老实读经，大量读经，快乐读经，它是有顺序的哦。所以哦，我们曾经在问各位，如果你的孩，你们读经班的家长问的，说孩子回家都不喜欢读经，读经都不快乐，那怎么办？不最快乐的对不对？读经好累，嘴巴又酸，又很无聊。各位。或许在背学有可能几天都有，或许在背边不到两分钟，就会看后面过来跟上这样，你了解观感啊？因为学有读完的话，它是5000多个字，大学大概50分钟，很快五十分，它是1700个字，然后呢，中庸是3500个字左右，那就等于它上将近两倍多，所以就要读30分钟。要读很快，读30分钟。你读了十分钟以后，哇，看这样子，你怎么会快乐嘛？对不对？你他那个看大公看长大没完啊，不会快乐的。可是当你大量读了以后，你以后在读的时候，不是那个这样子，你会哇，那个没有，你关系不一样。所以大量读很重要，就是大量读之前要老实读经，因为你不老实读经，你黄花样。黄花样，你就不会读，这样就不会读。所以孩子为什么读经不快乐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让孩子读的量太少，那确实没有量能够大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孩子没办法读经？因为要写功课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们跟家长怎么说？孩子下课回家先读经还是先写功课？一定是多先写功课嘛。我就跟他讲错，要先读经。有两个原因。如果我们对读经稍微了解的话，读经读到一个量的时候，我们脑波从背脑波从方法多，那是一定的波。你后来写功课就可以写下去。你在写功课的时候吸收也比较快，所以要先读经，不是先写功课。第二个，你先写功课，他没有时间读经，反正。到读经班，老师又不会骂又不会打，对不对？
我们不会很不会骂他。可是先如今功课他不得不要写，他就不会写不完，你知道吗？他写不完，那个老师写通知，联络部写通知回来，老师骂，妈妈也骂，他们受不了，颠倒一下，他功课就写了。孩子功课写不完，不是因为太多，而是因为一边写边踩，所以你要先让先先读书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后面讲这个都是没有背离，我才在教授。那起早读经，是因为我们要听到就开始闻，不、就是太教，小孩子就是可能两岁才听到，对，那个时候才过来，就要听到要读经要开始读经。对，三原则四标准是我们读经班的职工里面的重要因素。任何家长可能跟我们建议的，如果我们对这个理念不清楚，你会跟着家长走，家长只要跟你问说为什么你们不解释。你怎么办？你看，你不清楚啊，说啊，你就是补啊，就背啊，就这样去做了。可是孩子都没有背下来，你就笑。我们结果他哪一次？现在最终考到九块，九块得多少字？四万字。他已经背了四万字，只是一个礼拜来一天，只跟一个礼拜来一次吗？哎，对不起，陈老师。那个姑姑他们来读几年，他们从从零到零，应该有四年了，四年，那读四年可以变四万个字，为什么？我们给他们量是够的，那他大量读了以后，他会就自个去读其他经典，因为我们没有教他们多，在我们读经班很简单，就是学用古语、老庄、诗经、还有孟子、孔子这些，我庄子还没有，我庄子太多了，孔子、老子而已。但是我们没有读《诗经》，我们读《诗经》，然后家长就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读《诗经》啊？为什么你不读《唐诗》？”后来相信，原则上很多学《唐诗》不学《诗经》，对不对？因为《唐诗》学校会教，《诗经》大部分不会教。但是如果你对王才贵教授的读经理念清楚的话，你就会选择《诗经》，你不会去顺应他们的成语。教授讲说。你要读这些课，国语文，好、哦，你倒不如读什么？读唐诗。啊，如果啊，你要读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啊，你倒不如读《诸子百家》。你要读《诸子百家》的话，不如读什么？学那个四书了、啊，四书就以《论语》为主。不是，如果你要读唐诗呢，你倒不如读《诗经》。为什么？或许来自各位，你翻《诗经》，你不想要。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读《诗经》？因为里面都有我们不懂的字。你看里面生字太多了，那、啊、你不懂字，你会懂吗？大概不想要，而且又很难理解。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呢？小孩子根本没有难易之分呢。他唐诗，他诗经会，他是有困难吗？不会。所以我们去这个里面跟家长这样子讲。家长是会接受，所以他们觉得好好好，那我读唐诗，因为他都是读唐诗太早了。所以教授里面一定要很清楚，他是半读经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而我们的读经班不是这个理念。我们只能说另外一个，或许没有办法去回答他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在西湖晚上，一个家长有合体，然后发生。你以前要打电动有花力的打，听得懂？你以前要打电动有花力的打，华语啊，就国语，扯淡了。而且人家回答，你比如台语，所以呢，你要买台语来讲讲，台语吼，我是想这样讲，我这样打啊，所以你台湾那边讲台语，哦，我真扯淡了。那是靠什么来回答他？你不理他。爸爸没消息。我这个，如果你在社区里面遇到问题太多，但是如果你念正确的话，你就不会被拉。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要跟各位分享是，